这个还是到那个一半，啊，这个没有，膝盖到一半，差不多。Yeah, this is 膝盖，从膝盖。 Okay, two. 回去的时候，回去不是在这里出，他在这里回了以后，他是从虎口，这个是一转，疼虎口，然后到这里以后，在这拧起来，都要拧拧。拧了以后，这个要有钻劲，就像那个砖子、砖木头一样，钻进去。 两个肩还是要平。这个拳呀，平的还是要往上一点。这个是有一点点往上的，因为它要求是在这个是平的，不能翘。 没办法，这个是第一个伤，那个大，没有，现在是那个第一，不能那个就是这个胸方偏的话，你把这个往出去，你这个是那个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是要，是不是恶伤的？本来就必须把个胸没，把这个胸先，把这个胸先，把这个，这个都要，嗯，都，我妈妈办法，啊，他说这个要平还是要往上？ 这个不是，这个一点点，它这个是有一点点往前的，因为它这个砖是垫上进去，是不是光是平的？平的这样是没有，这个是空的，是一点点，它总归是，因为你平了以后，它其实转过来，它就是有一个角度，我在这里可以你钻进去。他说这个是要往上翘一点，还是要？ 不能往上往上翘你就没有了，这个打上去，手把一个问题，一定是平的。OK，so the people都是一样的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还有牙膏在这里就在这里拧出去的时候撑出去，纹，就在这里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手能够把它。 在这里的时候少了一把这个劲，他这把因为，他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等于是这里一转以后，这个劲，所以就有那种像你脚拧劲，要把它。对，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有，是到这里以后。 这样的话，你这个人啊，就靠这个身形把这个劲精气神给调出来，在这里。嗯，我这个时候我光起来，这部分在不是人，这边是很光的。嗯。Two。嗯。One。Two。Yes。OK。Yeah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气势，要有这个满。 是，反正不是被人家害，你想把裤子拿出来，放在身上，我里面是得给他扒出来，不是给他是里面啊。我管他里面啊，也很羞耻。你洗衣服的是？洗衣服，就像那个Master，就是他们的。那把衣服拧干，你必须要把它搅起来。OK。什么什么？我擦。那这一把。你想把它？ 1 2